天的主题叫做烧酒鸡庆功宴。逆转胜的票房成绩相当的好，在11月7日上映之后，短短四天的时间，全台破千万。奔向自由，熟悉角落。谢谢各位媒体朋友，帮我们做很多的宣传，谢谢。那我们希望成绩可以在接下来的表现可以再更好，谢谢。这次一开始这个第一关好像有一个不错的成绩，然后我非常感谢所有人的帮忙。我装着彩色多。其实很多新导演哦，包括了接下来金田接一号的李忠导演。还有《甜蜜杀机》的小林导演都说你是一个非常棒的新演员，以后多一位男主角可以用到。如果我有称得上好的地方，这一切都要归功导演还有所有剧组人员们的大家一起努力，然后让我可以很投入，然后可以放松的在里面演出。今天天非常冷，但是心里非常温暖。是希望我们这个接下来还继续加油。是，然后也感谢各位影迷朋友们对我们这部戏的支持跟肯定，谢谢。非常开心可以参加这部戏的演出，然后也谢谢大家对我们逆转胜的支持跟肯定。背包装很多人来帮忙推荐，知道这些名单的时候觉得蛮感动的，因为他们平常的时候也都很忙，对啊，包括白安、叮当、佳佳、MP 魔幻力量、乱弹阿翔。佑胜啊，号角响起，是对唐玉琪、安心雅、林依晨，是娇娇哥、彭于晏、杰伦、SHE、蔡依林，真的非常感谢这样子。对啊，那至于五月天的话就应该了，就不用在这里感谢了。继全台到今天为止破了1500万新台币的票房佳绩，恭喜！希望可以再到更多的地方去答谢大家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还是有很多印前印后的地方要走，基隆、宜兰、新北市，都是15号那天。是，这14号那天我们要先走台北跟桃园哈。接下来11月16号那天，我们要走三个地方，就是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。嘉义我还想要跟大家说的是，我们大家其实在这一年里面都一直很努力，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觉得这部电影好看的话，就是请你推荐给你的亲友，然后让你的爸妈你的朋友都可以来观赏这部电影《逆转胜》。